怪手已经成功渡河，这样。那现在就是准备，他要排除前面有一些大石头，这样。然后现在目前用拖车带，他用拉的，先把。 那个石头把它拉出来，这样。搜救人员在步到0.5公里处发现两具遗体，经家属指认应该是尤家五口中失踪的爸爸和大女儿。重机具排除障碍，搜救人员请全力在旁待命。搜救人员已经都全速进去，今天一定可以出来呀。对，那可能会请他再去附近做开挖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，有没有办法发现其他的那个患者这样。 重机具移除大石块协助搜救，即便余震降雨落石不断，仍同步在 1.8公里两处封闭处派出6人和3只搜救犬，不放弃任何机会搜寻失联的新加坡夫妻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